跟着世上仅存的嘉阳蒸汽小火车，回溯十八世纪的铁道风情。包括他的很多小朋友都给他取了一个非常好听的名字，叫做嘉阳的托马斯。搭上中国版的诺亚方舟，走进四川绝版小镇罗城，体验老四川人最道地的悠闲生活。这就是我们罗城的美食豆腐脑，很细嫩。形容词都被老板娘抢走了，很细嫩，非常滑嫩。还有这样的豆腐包，您吃过吗？喂，整个把它放进货啊。这个是糖熬的甜醋，味道如何？有酸，有甜，有麻，有辣。我就有答应可以去吃十个以上。登上海螺沟，深入难以行走的冰河地形，与冰川零距离接触。前面就是我们的冰塔林。哇，真是大自然的奇观哎。我们现在呢已经来到前潍县的罗城古镇。那说到的古镇啊，被称为啊中国的诺亚方舟。为什么那么称呼它呢？因为在古镇里头有一条街，这里的房子排列组合很像是一艘大船，而且呢它是东西长南北窄，看起来也有一点像是这织布用的梭子。这远看呢，有人说啊它是山顶上的一只船。那至于为什么要把它造成这样船形的街道呢？当然这背后肯定有故事。咱们来到这啊，就找个当地人好好的问一问，了解了解。走，我们进去感受一下古镇的气氛。罗城古镇位于前潍县东北部，被俗称为船形街的凉亭街是老街的主要范围，两侧尽是木质结构的旧瓦屋。几百年下来，老四川人在这条散发着迟暮之美的老街上，世代相传的悠然生活。突然间，一阵响亮的叮叮声划破了宁静。刚刚远远的呢，就听到一个敲铁的声音，走近一看，才发觉这个师傅，您这都在敲什么？这东西是什么？这是麻糖啊，叮叮糖。麻糖啊。哦，麻糖。远远看有点像 cheese， 然后近看呢就又有点像这个豆腐啊。所以这东西它是糖就对了。哦。是，我可以尝一尝吗？尝一点点。可以。好，吃一点点。大头的。没有，这样可以。哦，真的是糖啊！我刚刚真的是以为是豆腐。这个是叮叮糖，全国就有卖的。是，那我们可以看到工具很特别哦，就是一个很像是铁片，然后一个是锤子。我可以试试看吗？可以，可以，是不是？好好，所以就是这个东西压在这边，然后这样敲，真的敲下来了。一手拿着略带弯曲的铁片，另一手用铁锤轻敲来对付硬邦邦的麻糖。据说这有个专业术语，叫做糖战。这时平常稍嫌刺耳的铁打声，却变成了最让大小朋友兴奋的味觉刺激来源。不过要说这糖有什么特殊味道，我想它吃的是一种童年的怀旧感吧。咱们进到罗城古镇里的船形街，然后看一看我眼前的景象，哇，对我来说非常的新奇。其实说到四川相信观众朋友都会听过，它被称为是天府之国。那一方面呢是战乱少，第二个呢土地肥沃，所以当地居民呢可以说是这生活过得还算不错。所以我们看到呢，今天刚好是赶集日嘛，来到这不管是在地人或者是外地人呢，都全坐在一块，坐在一块干嘛呢？聊天、喝茶、打牌。打的是什么牌？看他们手上拿的这个长长的牌啊，当地人戏称它是长牌。后来呢，问一问他们说这东西也叫桥牌，看起来应该是挺有趣的。有人说，不管你是坐着打牌，还是站着边上看戏，靠过来簇拥欣赏，你跟老四川的距离就拉近了一半。因此，我们特别找了对罗城了若指掌的王大哥，带我们好好品味老四川独特的韵味。你在那边生活几年的时间？50年。50年了，哇！它古镇那规模大概多大？200米，中间宽9.5米。那为什么当初要把它做成这船形？是背后有什么样的故事？传说是一个秀才，在这里
这里是汉码头嘛，缺水就对了啊、他就说要的这个不缺水了，就要把这个地铁修成舟。以前有一句俗话叫做时刻来罗城啊，汉码头不能在这里居住，不能在这里玩耍。对，那么要想人留住怎么办呢？只有修成船。对，修成船以后来这里就开放，就是说这里有水的意思。好，所以他把它造成这船型，最主要就是祈雨，对不对？对对对。啊，希望给老天多下点雨。是的。好。实质上呢，就是这里呢是广东客家人在这里修建的。据说古镇建成了大船造型后，果然隔年就开始风调雨顺，老天赏饭吃，罗城至此自成了一个安逸的生活氛围。慢慢的，罗城人开始懂得享受生活，也就发展出了一系列精致可口的小吃。这里就是喝茶的很多，对，吃也很多，是很热闹。不过人聚集的地方当然就是有喝有吃了哈，还留得住人嘛。这个是我们罗城的美食豆腐脑。豆腐脑啊，你看，哇！其实豆腐脑应该就是跟台湾的这个豆花是一样的。那台湾吃这个豆花多半都是用甜的，你们这是咸的吧，对不对？对，豆腐脑就是咸的。不是，豆腐脑是配味的。配味的啊、所以自己可以加。嗯。还不够，你可以自己加。哇，你这个人哈。豆腐脑是卖饭煮的。煮了吃着很有味道的，它是酸甜麻辣脆香都有。全中国都吃到豆腐脑，但罗城这里的豆腐脑看起来就跟别处的不太一样。雪白的豆腐花漂浮在浓汁汤锅上，静静地催化它的熟度，也让人特别期待这碗豆腐脑的口感和味道。很熟练，形容词都被老板娘讲走了，很细嫩，非常滑嫩。重点呢，它加了我非常喜欢的花椒，所以呢，当豆腐脑呢就吃在嘴巴里面，然后那个花椒的这个麻味，这仿佛呢，这豆腐脑就在你舌尖上跳舞一样，哇，这感觉真的太美妙了。老板娘，你一天卖多少？卖几桶啊？所以你一天只做一桶，那你不是大概还没接近中午就卖完了？因为生意很好，这旁边哇，你看，高朋满座，真的是很好吃。这家是老店，几年的店了？30年。哇，30年啊！你20岁的时候就开始吃到现在，肯定啊，肯定啊。咸香滑口，麻而不辣，我对罗城豆腐脑真的是赞誉有加。除此之外，王大哥说罗城还有一项甜咸综合的新奇美食，保证我没吃过。不过看来看去，这不就是台湾人都知道的豆腐包吗？这是青菜吗？还是萝卜丝？萝卜是吧？这个萝卜我们处理过的，没有生气，不冲人，吃起又甜又脆。又甜又脆。不，整个把它放进货。醋，这是醋。这个是唐老的甜醋。啊，好特别吃法。味道多啊。又脆又香。味道超特别的，而且呢，吃一口什么滋味都有。啊，仿佛经过这个人生的百态啊，有酸，有甜，有麻，有辣，但是唯独就是没有那个苦的味道，所以这是一种幸福的味道。对，嗯，这真的会让人呢一口接着一口，然后一个接着一个。我记得我大概可以吃10个以上。老板娘好吃，谢谢。抱着满满萝卜丝的豆腐干，经过糖醋的光荣洗礼后，一次性冲击了我味蕾上的各种神经，顿时觉得再吃下20个也没问题。从船行街由东走向西，开放的戏台像船舱般把古镇一分为二，戏台上4个大字神听和平，无形中也产生一股国泰民安的神力。在穿过古镇的船行街后，王大哥说要带我们来见识一对数百年如一日的雄伟石狮。这里是南华宫，也是广东会馆。广东会馆。对。所以现在这个会馆已经不存在了，是吧？是不存在了。它这对狮子啊，就是体重高4米，4米，重2吨多，整个川西南最大、
最重的一对石狮子。我都说五十岁了嘛，他在这里的一直是这样的，那个风吹雨打，什么地震啊，都屹立不倒啊。在石狮背后的一大片菜田是当年广东会馆的所在，可惜亭台楼阁付之一炬，如今只剩下一对石狮，能让人遥想当年的繁华荣景了。走访古镇的脚步接近尾声，王大哥带我们爬上一座民宅的顶楼，我们这才看清楚罗城古镇船行街的真面貌。我们现在上到了一个制高点，哇，果然啊，这罗城古镇呢真的是像一艘大船一样，而我现在呢就啊上了这艘船，整个轮廓看得非常非常的清楚。那其实呢，对我来说，我觉得整个罗城古镇啊，这仿若啊是与世隔绝，仿佛回到了三四百年前的样貌。怎么说呢？其实这里的建筑呢，这依旧是原汁原味，而且当地人他们过着可能啊这几百年前的这同样的生活。来到这就感觉到他们特别的轻松，特别的惬意，也非常热闹。热闹肯定是因为人多。而轻松惬意就是这些老先生们、老太太们坐在那边啊，不仅可能是打牌、喝茶、聊天，一派啊这惬意轻松的模样。山顶古川里，诺亚方舟上，罗城因远离大城市，观光客的脚步还没泛滥的进驻这里，罗城古镇才得以保留住当地淳朴的生活文化。如今这出名为《老四川》的茶盘人生戏码，将用现代人的语法继续悠扬传唱。离开了船行古镇，我们要到前卫县城近郊的嘉阳，去乘坐一部被誉为工业革命活化石的蒸汽小火车。我们现在来到这个地方，就是嘉阳国家矿山公园。对，那这个矿山呢，它是从过去到现在一直都在采矿。对，三八年就开始。是，那除了是有名的这矿山之外，最有名的掌故证明的就是在我一旁的蒸汽小火车。对，据说现在是这个全世界好像剩下非常少这样的小火车吧？对，全世界唯一还在正常运行的客运蒸汽窄轨燃煤小火车。哇，所以待会呢，我们可以坐。对。我们今天呢，最主要行程就是搭小火车游秘境。好，那咱们呢，上车。好。你可以坐哪？坐这边。这边都可以。耶、yeah, ，准备了、啊！相信许多火车迷看到这一幕，应该都会兴奋到目不转睛。被浓密蒸汽包围的嘉阳小火车是世上仅存的寸轨客运老火车，铁路全线仅 19.84 公里，是当地村民出入大山的主要交通工具。当高铁以时速300公里奔驰在中国各地时，这里慢到不能再慢的蒸汽火车仍以20公里的时速穿梭在嘉阳的大山深处。看到我们蒸汽小火车呢缓缓的启动，然后就是在这悠扬的汽笛声中啊，咱们正式展开我们的行程。那一般来说，我们搭小火车啊，这样子一趟大概花多久时间？两个半小时。那过去我们知道它是一个矿山，这火车最主要它一开始是运煤矿的。对。那接下来就是大山的村民以及家属。是。现在全球煤炭这一块非常的景气，再加上它是不可再生的一个资源，非常的珍贵，所以我们希望能够把这个旅游专线搞出来搞活，就像阿里山的小火车一样，大家一说台湾，哦，那里有个阿里山的小火车。其实这感觉还蛮不错的，就是让现在所有人都可以参与到过去的这段历史，然后去看看呢过去的城市的这个荣景。嘉阳小火车不仅把一车车的煤矿拉出大山，也让嘉阳人有机会能接触到外面的世界。40多年来，嘉阳小火车就以它窄窄的铁轨承载起无数嘉阳人对家乡的感情。轨距非常的小，只有762毫米，所以来坐过它的很多小朋友都给它取了一个非常好听的名字，叫做嘉阳的托马斯。托马斯，托马斯是什么？托马斯是一个动画片，专门讲火车的。火车的这个，对小朋友非常的喜欢。是啊。目前嘉阳小火车每天发车4趟，
再从旅客中心的越境站出发后，来到第三站的蜜蜂岩站时，我们被请下了车，因为我们要目睹一场古人智慧所演绎出来的火车秀。知道人字形的机车吊头是谁发明的吗？那个詹天佑。对，中国铁路之父詹天佑发明。所以他前面的就是人字形，是不是？哎，对，那儿有一根倒叉的师傅，他搬过来以后呢，就改变了。OK， 哦。蜜蜂岩这个地方由于地形非常的狭窄，机车经过时转不过去弯，无法正常的转弯。是。所以呢，当年的建设者就采用了詹天佑修京张铁路时候的人字形机车吊头来解决转弯的问题。人字形的。对。就是前面那个部分吗？对。两根轨道是不是非常的像一个咱们的中文人字？襄阳小火车沿途的田园风光，一年四季不同花开各有韵味，但整趟火车行最大的卖点就在火车气门大开往外喷射出一道白色蒸汽时达到了最高潮。看看我背后呢，这云雾飘渺啊，这仿佛山间是起了大雾。但是呢，这并不是云，它也不是雾，而是啊，刚蒸汽小火车啊，缓缓的从这铁轨啊，慢慢的驶过去。这个蒸汽啊，真的亮多到吓人，连一旁这大树啊，都被吹得东倒西歪，非常的壮观。可惜今天天公不作美，雨是下个不停，否则在大晴天下，阳光和蒸汽邂逅时，常会激荡出绚烂的彩虹。为了一探这台世界级的国宝蒸汽火车运作之谜，火车停靠站后，在得到司机的同意下，我们得以进入火车头中，一探工业革命时代的神秘。这可让身处数位时代的我大开了眼界。可以拉拉看哈。好，拉。好，推拉拉看啊、哦，来。使劲。你老你操了。要用力是吧？哎。为什么拉没声音呢？震耳欲聋啊！其实在这边这样子小小空间，对，会受不了，对不对？受不了。底下是水，高头是煤，它随时从那边自己就往锅炉里头去。它不是的椰子型的嘛，锅炉那水烧来，它慢慢蒸汽也蒸到了，它水就烧了噻。烧了后头又冷点就新鲜水就要及时烧，烧来它的那个压力表。的蒸汽表、压力表啊、那我可以来试试看那个加这个煤炭吗？啊、可以吗？可以是不是？先打开。所以但一次要加多少煤啊？就在行驶的过程当中不断的加，不断的加。没有，先把煤炭过了就开始加了。好，我们赶快把它给盖起来。煤炭一打开，超暖的，很热。是。当世界各国的蒸汽火车都被送进博物馆当成古董珍藏之时，襄阳小火车却还能卖命的奔驰在山林间，不可不谓是个奇迹。在见证完这段奇迹之旅后，我们来到嘉阳小火车的终点站黄村井。现在我们进到这个矿洞里面，而且呢，现在这个位置应该是深40几米嘛，46米。对，那我们眼前呢看到一尊很特别的一个雕像，一个塑像，那是一个人啊，这后头还有另外一位，然后表情呢看起来挺辛苦的，然后身体好像严重扭曲变形。那为什么要做这样的雕像？重要呢就是反映的是解放前没有电以前，祖孙俩拉煤的一个场景。年迈的爷爷在前面吃力拉煤，长年累月骨骼严重变形，是小孙儿吴谦上学就下井当童工，赤裸着身子帮爷爷拉煤。那所以我们来到这边啊，看到这样的一个景象，其实看一看这心里面会觉得有那么一点点酸酸的。对啊，早期在还没有这个动力电力的时候，他们确实叫挖煤，就是靠的就是人力。那当然这工作久了之后呢，自然人在身体上就会产生一些不太好的变化。对，黄村井呢也是一个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这呢这尊雕塑呢就是让咱们的孩子们下来矿井以后看到，今天咱们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是得来不易。对，好，我们继续往下切走。
有，收到。OK， 好，没问题。收到就好，好好干啊，知道吗？究竟可以我在玩什么呢？其实我旁边这个东西啊，这个管子，它就是过去的传话筒。那为什么要有这个传话筒呢？简单来说，过去没有电力，它那个时候都还没有这个电话。那你上方要跟下面的人呢联系，就透过这传话筒一筒接着一筒，把你的指令呢就下达到这最下面。另外呢，还有这个用这个神灵来告诉大家这上面发生什么状况。到了后期呢，慢慢当然就会有这个电话的发明了。但是在矿井里面用这个电话呢就很不一样，为什么呢？因为这矿井里面常常会含一些沼气或瓦斯的这样的物质在里面，万一你这电话一通电的话，会产生一些些小火花，那瞬间这整个矿井就爆炸。所以呢，我们必须使用就是这种防爆电话。跨坐，然后抬起来，就这样子啦。那为什么叫猴儿车呢？你可以看到这双手呢抓着，然后双脚就踏着，这模样有点像猴子，所以呢这矿工啊就把这俗称猴儿车。坐起来挺舒服的。猴儿车其实是为了矿工上下班所设计的交通工具，原本是设在通往洞口的斜坡上，不过为了游客的安全，所以把猴儿车安置在平地上，以免游客坠落发生意外。如今猴儿车已经成了大小朋友来此最受欢迎的体验项目。除此之外，游客也能在黄村井亲身体验矿工的生活。其实高度呢真的是有点窄，看看后面呢有一个塑像，就是工人呢就侧着身体，然后呢手上在拿这个镐子不断的这往旁边敲打。那再有另外一面这边呢就是煤层了。那这个挖煤有什么技巧？有技巧，从下面先掏一个深槽，嗯，借助岩层的压力使煤层松动，然后从上部拿这个，哦，有点沉啊，直接往旁边敲就可以是吧？对。好，啊，把这个整掉敲掉会不会怎样？不会怎样。好。所以早餐一定要吃，早餐一定要吃，好才会有力气。在这狭小的空间中，不要说挖矿，连要转个身都不太容易。我这才体验了一下下的时间，就充分感受到矿工的辛苦了。好了，辛苦了，辛苦了。看这个背后这位大爷呢，躺在这边已经很久很久的时间了，显然叔叔有练过。那像我们这种没练过的呢，其实啊敲下一块煤，我就觉得心情还蛮好的，挺兴奋的。那不过呢，这个煤采了之后是可以带回家，但是中秋节在烤肉的时候千万不要拿来烧，好，因为这个煤炭呢它必须要去处理过才可以啊就拿来使用。我很担心它后面会崩落，刚敲得太用力了。好了，咱们离开这边吧，走。哎，小心碰头。虽然嘉阳煤矿还有其他矿坑仍在开采中，不过这种消耗性资源终有枯竭的一天，因此赶在那天来临之前，嘉阳煤矿运用自己本身独有的矿业文化优势，积极的转型发展能永续经营的观光产业，每年都吸引了不少国外游客慕名而来，也给了嘉阳小火车新的生命意义。搭完小火车后，接下来我们要远征300多公里外的泸定县海螺沟，它就位在让我们惊艳不已的贡嘎神山东坡山脚下，是一处有着稀有自然奇景的秘境。咱们现在呢已经来到了海螺沟啊。那说到海螺沟呢，看看这一旁游客真不少，究竟大家要来到海螺沟要看什么东西？简单来说就是要看冰川。说到冰川这两个字，一般观众朋友会联想到什么？可能会想到是哇南北极，或者是呢这6000公尺以上的高山，因为呢在高山上才可能会出现冰川。但是呢来到海螺沟这里呢，这海拔仅仅只有1000多，而我们要看冰川的地方
它是2900公尺，可以说是海拔相当低的冰川。然而呢，景区呢非常的大，所以咱们要搭着园区里面的车子走吧，咱们出发喽。嘿、hey, 小罗吗？ Hello, 对。嘿、hey, 你好，我是柯毅。你好。这位呢是小罗、啊、叫罗丹。哇，这名字取得特别有艺术气息啊。好，谢谢。是，他是我们专业导游、啊、他要带我们呢就来到这边参观这个冰川。对。OK, 好，那我们现在来到这个地方呢就是二号营地跟三号营地之间。对。那最主要来看是要看一个原始森林。哇，那我看你手上怎么拿了一个袋子，拿了。对啊，这个就是要我们这里推广的垃圾银行啊。啊哈。对，它是一个环保活动。是。捡垃圾存垃圾，到下一站兑换奖品都要。哦、你想要奖品吗？好啊。对啊，可以给你一个。哇，怎么那么好？哎，其实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环保观念哦。对呀、啊。海螺沟地区的海拔落差有6000公尺，不同高度、不同气温，形成了多层次的植被带。生长了大概4000多种植物，其中就有不少是我从未见过的稀有植物。我发现了一株很特别的植物，嗯，这是什么？这是花还是？它的果实。果实啊？对，它叫蓝心。其实仔细看一看它的这个外形啊，长得真的蛮奇特。你觉得它像什么？啊、像不像松树的一个种子？哦，你就说松果，对不对？对呀、啊。我觉得很像超大的毛毛虫。也有点像。然后它是观赏用的、嗯，还是它有什么样特殊的作用？它能够制作出麻药，您可以想要试一下吗？我跟你讲，这乱拔植物是不好的行为，对不对？我就是考验你一下啦。其实我超想要试啊，那种试试它那个麻麻的感觉，啊、但是呢，不能试。其实南星属共有100多种，我们所见到的叫做象南星，根部的枝叶含有剧毒，可当作医学使用。但长得像毛毛虫的果实，其实是很安全，可远观也可触摸啦。紧接着，小罗带我们去看一个海螺沟里罕见的高山湖泊。哇，这里挺漂亮的。对呀、啊，所以这是一个湖泊吗？对，高山湖泊叫海子。海子，海的儿子嘛。这里的植物的话，嗯、它会长到1至2米高，我们都叫它豆腐草。哦、所以说这里叫草海子。那所以它这一年四季应该景观都不一样。不一样的。不一样。所以它湖泊只有这样的一个小小的范围吗？不是，延伸到下面都有、啊。所以是一大片啊。对。这里真的很漂亮，就来到这第一个感觉就觉得很像这台湾的忘忧森林，是一处好像山林中的秘境。对啊。游人心中草孩子就像面神镜，因为如果遇到了好天气，草孩子对岸的贡嘎神山蓝天白云都会倒映在水中，与湖畔周围美景融为一体，仿若是身处在神仙的花园美景之中。在离开草孩子后，我们走进原始森林步道，眼前所见尽是各种珍贵的百年林木。哇，天然的一个树洞吗？对啊。据说海螺沟的富氧离子含量比城市高出200多倍，有人说它是聚集全中国最多好空气的地方，也可以通俗一点的叫它洗肺中心。你可以深呼吸一下，是体验一下这里的好空气。嗯，这里啊也是供游客休息、嗯，同时也可以测一下高原反应的地方。其实你们不要说啊，在这边才深呼吸啊，这沿路都在深呼吸啊，这空气真的好得不得了。对啊，这蛮贴心的，他还特别提醒了说，成人尤其小孩子特别容易有这个高原反应。对啊。那另外我看到这边有一个高原反应小测试啊。对，你可以测试一下自己有没有高原反应。OK， 我看看他的方法就是一步一脚印，然后呢就脚尖抵着脚跟这样子走走看。试一下。好，这第一步，然后呢这样抵着。对。再抵着，再抵着。我觉得、啊、这脚丫子好像太小了，你们觉得？我脚太大了，对啊，走在这就对了。对，走在这里就对了。你有没有头昏的感觉？没有。有没有晃过去晃过来的感觉？你说这样子吗？对啊，一点点。那就有点吓人呐、啊。Okay, 那这还有第二步、啊。很多人对海螺沟的印象只停留在看看冰川、泡泡温泉，因此为了提升海螺沟的旅游价值，在静养之路的沿途上设计了动物天堂驿站、蝴蝶王国驿站和中国好空气驿站等三个主题驿站。借由驿站的设计，让游客在身体休息之余，脑袋也能补充各种知识。
去。哇，这边景观啊，挺漂亮的。对呀、啊，对面就是二层山。就是人家说什么山外有山，山上还有山。对呀、啊，我刚刚也给大家讲过海螺沟的由来，有一个就是关于二层山的。哦，怎么说？就是它对面有一块石头，形状酷似海螺。每当大风吹过的时候，会响起呜呜的海螺声响。啊，对，所以说我们这里叫海螺沟。哇。在结束静养之路的各种体验之后，也结束了原始森林的行程。还记得我们在步道路口拿到的清洁袋吗？我们这一路上可是很努力的捡拾垃圾，就不知道这一小袋垃圾可以换得什么样的礼物。明信片啊，对，哇，刚刚这样一袋垃圾呢，可以选一张就是当地的明信片，而且明信片呢做得非常漂亮，哇，就是这里的冰川嘛，对不对？待会会看到，对，所以呢，咱们选一个，哇，这是日照金山，哇，雪域温泉，好害羞，看到人家泡温泉，其实每张都挺精美的，只有拿一张，哎，好了好了，还你，只有拿一张有点可惜耶，没关系，我可以真的吗？送你，先声明一下，我们可没强迫这位小姐，而且。拿到这些明信片也是为了观众谋福利，我们就有一套八张可以送给观众朋友。好，走吧。拿到要送观众的战利品后，我们搭上观光车来到了海螺沟三号营地，这里是我们来到海螺沟终极目标的起点。这个地方呢，其实蛮有趣的。我们现在呢有两条路要走，对不对？对，第一条是徒步，可以直接下到冰川。是。还有一条就是乘坐索道，可以远观我们的大冰瀑布和贡嘎山全貌。OK， 好，那你的决定是什么？我的决定啊，其实徒步可以感受一下爬山的乐趣，对，也可以直接触摸到冰川。我觉得这条路还不错哟。还不错，但是呢，感觉上搭索道好像比较轻松啊。它是从远处，然后观望整个这个冰瀑布。对。哇，这感觉应该也不错。一边是高高在上的天堂路，一边是步步惊心的地狱行。在讨论了一阵子没有结果后，我们决定把大腿的命运交给上天来安排。我觉得呢，接下来这很像是机会跟命运啊，看咱们是要把握机会还是要掌握命运，我们就丢铜板决定哈。好，一二三，看一下揭晓，哇，字。所以刚刚说字就是用徒步的方式嘛？对啊。哦，不说假话，身为专业的外景团队，我们一直秉持的理念就是踏破铁鞋寻秘境，得来一定要费功夫，打心里的就想脚踏实地的走这条步道，因为只有用一步一脚印慢慢接近秘境的方式，才能真切感受秘境带给我们的冲击。哇，这里看得到冰川吗？对啊，这就是冰川了，这下边。这就是冰川？对，看着不像对吧？跟我想象中的落差很大。对，我过去曾经在那个吉尔吉斯看过那个冰川了，哇，全部是晶莹的，雪白的，对对对，这感觉好像有点像是那个灰扑扑的，对吧？对，很像坍方。对，有些游客到这里就直接给我们说是不是挖掘机挖过的。对啊。对啊，但它砂石底下全部是冰川。它只是砂石覆盖在冰川的表层，是，所以它这里冰川大概有多厚？厚度的话大概就是40米到150米不等，哇，挺厚的。对啊，所以我们可以近距离的去接触它吗？对，可以。这地方海拔大概是多少？3200米。3200米，那下面呢？下面我们到达的地方差不多就是3000米左右，所以待会要下切200公尺。对。OK， 好吧，那咱们呢就下去近距离去触摸它，感受一下。对，对，好，走。异世界的破碎地形举步维艰，仿若太空漫步，历经7749劫，我们终于踏上冰川之巅。怎么安全过关了？所以咱们要看什么？看前面就是我们的冰塔林。哇，真的是大自然的奇观。其实呢，看到这种冰都很想要忍不住去摸它一把。天哪，感觉怎样？就是很像在摸冰块的感觉，超冰的。但是你一般冰箱里面见的冰块只有这么大，你见过这么大的冰块吗？没有。
我们来到海螺沟时，正逢八月的雨季，许多步道被暴雨冲到一塌糊涂，柔肠寸断，紧急抢修后才勉强可以通行。冰川上覆盖的这一大片乱石，就是周围山体常年累月崩塌所造成的。好不容易踏上冰川后，更是一大挑战。坚石林立，碎石滑坡，用举步维艰来形容，一点也不为过。就这样步步为营，我们一伙人安全抵达了最贴近冰川的地方。好了，咱们安全过关了，所以咱们要看什么？看前面就是我们的冰塔林，哇，近看真的非常震撼。那你刚刚说这个名词叫做冰塔林，那为什么叫冰塔林？因为在这里的冰川它是有两个部分形成的，是上面一层叫做脆性带，在冰川运动中它会产生冰裂缝，这个地方冰裂缝比较多，就形成了一个塔状的像树林一样的，我们就叫它冰塔林。而且刚刚在走路的过程当中啊，险象环生，为什么呢？因为这地下真的全部都是冰，好，有的沙子呢是稍微薄一点，你只要脚稍微踩一下，哦，就滑了。那可是刚刚沿路看到很多人都跌倒，包括咱们的那个摄影师，他也稍微滑了一下，我有拍下来。那另外呢，其实我来到这边啊，忽然想到以前地理课本有上过课，啊，就是呢，冰川呢跟河川最大的不同，就是我们往这前方这个位置看过去，其实呢，整个冰川谷啊，它是 U 字形的。对。那如果呢是河川呢？就是 V 字形的。对，就是 V 字形的。好，顺便呢帮大家复习一下这个地理课。这条全长 14.7 公里的一号冰川是海螺沟众多冰川中最大的一条。这看似平静的冰川，其实底下是暗涛汹涌，每年流动距离有15到180公尺，属于积极运动型的冰川。其实呢，看到这种冰都很想要忍不住去摸它一把。对啊，我相信每个人都是想要做这样的事情。对，天哪，感觉怎样？就是很像在摸冰块的感觉，超冰的。但是你一般冰箱里面见的冰块只有这么大，你见过这么大的冰块吗？没有。对呀。而且我刚刚其实啊，看到它有很多的切面，它其实非常平滑。对呀。就有一种冲动，你知道什么吗？就是想要从这高处，然后沿着这样滑下来。所以这是允许的吗？不允许。为什么？非常危险的一个。万一底下就是冰裂缝，你直接掉进去了怎么办？就直接摔进去了。对，最浅的地方也有40米。那你们之前有人这样掉下去过吗？就我们同时个救了一个人，救了一个人，掉了下去的。幸好他有啤酒肚。哦，对，所以刚好是卡在那个缝了。对。哇，对，幸运吧？幸运。所以呢，我们这种没有啤酒肚的人是千万不能尝试。地上这应该就是刚刚的融雪的这个水嘛，对不对？哇，还是一样非常冰啊。那其实我们现在已经要离开冰川了，但是呢，来到这一带，在冰川一旁，你就看到一个奇景哦，你发现这边石头怎么呈现的都是红色的？对，为什么会这样子？它其实不是说它的岩层是红色的，它是它表面上覆盖了一层名叫乔丽橘色藻，是也叫约丽橘色藻的一种藻类，它必须生长在没有生长过其他生物的石头上才能生长，当地人称为原始的石头上，它也有一种像爱情一样的品质，不将就。不将就啊？对呀。对呀，它必须生长在原石上，就不将就啊。我们当地人就叫这种石头为爱情石。爱情石，很唯美的一个石头。由于回程路途遥远，为了赶上末班车离开海螺沟，再往更高处的大型雪崩锥和巨型冰川瀑布，我们就无缘观赏，只能打道回府了。今天一早，我们来到海螺沟山脚下的摩西古镇。在现代，它是进出海螺沟的中继站；在古代，它则是一处商贾云集的淘金宝地。那说到摩西古镇呢，它位在山林当中，四面环山，地理位置呢非常特别。自古至今呢，相当热闹。为什么呢？因为它是南方丝绸之路中茶马古道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驿站。过去很多人来到这边做生意呢，靠的就是马帮。其实想着想着，我发觉哇，不知不觉中竟然又走在丝路上，这种感觉真的是挺熟悉的。摩西古镇现今主要居住有汉、彝、藏等民族，因此古镇建筑融合了各方风格，当然也少不了各民族的美食。其实每次呢来到中国旅行啊，有样东西我特别喜欢喝，什么东西呢？就是酸奶。
为什么现在呢停在这家店的前面呢、啊？一方面，它的这个装修风格非常特别，藏族风格。看看上面五色风马旗，这边还有转经轮，转一转呢带来好运。但重点是什么？它卖了一种酸奶，我没有喝过。什么酸奶呢？就是牦牛酸奶。还记得不久前我才在云南第一次吃到牦牛肉，那滋味至今仍让我念念不忘。不知道这杯牦牛酸奶又会带给我什么样的惊喜？哦，还是冰的呢，尝尝看，特别浓稠。哇，真的是浓醇香。哎，这回形容这个酸奶浓醇香，肯定啊是形容的非常到位。它有加了一些糖了、啊，甜中带酸，酸中又带有这种浓郁的奶味，还不错哦。这牦牛酸奶是增一份则太甜，减一份则太酸的完美比例，可是让我一口接着一口，一杯接着一杯的停不下来。而说到藏族人的饮食习惯，除了离不开牦牛外，另一个代表就是青稞了。青稞饼。嗯，不好意思，滴到手。啊，我给你拿着。嗯，没关系，这样可以。谢谢，谢谢。青稞饼配这个酸奶是吧？啊，是啊。尝尝看这到底是什么味道？哇！热的，好香哦！这饼真的好香哦。刚刚做了的。嗯。好吃吗？嗯，好吃。好吃不？嗯。饼香味，然后带一点甜味，然后感觉让它的味道就真的是蛮简单的，很纯粹的，就是饼香的味道。蘸的酸奶吃吗？嗯，还可以蘸酸奶吃啊。嗯。对啊，这样子味道呢多了一点点层次，就是呢带点酸，还有奶味。谢谢，很好吃。这种吃法就像我们油条配豆浆一样，油条可以单独吃，但吸饱豆浆的油条则是更有风味。这种比喻喜欢油条配豆浆的人一定明白。吃完青稞饼，我们在古镇中逛了起来，悠闲地欣赏或现代或传统的特色店家，并且也寻找值得我们驻足的地方。哎，走着走着又看到一个挺有趣的东西，有一种糖果呢，竟然叫做狗屎糖，而且上面写着很好玩哦，吃点狗屎糖，走点狗屎运。那为什么叫狗屎糖？它形状颜色，形状颜色特别像，尝尝看，啊，挺硬的哈，尝起来有点像牛奶糖的口感，不过这是沙棘的味道。其实我之前没有吃过沙棘，蛮好吃的，有点甜。那说到这，或许观众朋友会很好奇说，哎，为什么摩西古镇被称为是摩西？相传当年呢，有一位汉商，他来这边做生意，但是呢，第一次来，他不知道这里是哪里，于是呢，看到一旁有位正在诵经的喇嘛，他就啊说了半天，问他说这边是哪里？可是讲了半天呢，这喇嘛他是藏人，他听不懂汉语，说了半天他也不懂，他就回他两个字，就是摩西。那摩西呢，在藏语里面就是不懂的意思，所以这里就被称为摩西古镇。那当然，另外还有一个说法，摩西这两字在古昌语里头代表是什么？代表就是宝地，也就是说，这里就是一块福地。其实名字由来真的是蛮好玩的吧。走在巷弄中，我们继续寻觅摩西古镇的各种味道。逛一逛这古镇啊，觉得真的是处处是惊喜啊，看到很多蛮想吃的东西，尤其看到这个冰粉凉虾。这个凉虾是什么？这个是米做的凉虾、哦，所以这虾子是米做的。啊，米做的这个。真的这样看过去，你就发觉呢，它这个米把它做的跟虾子形状很像。那来一杯啊、嗯，那这个是什么？这个是冰粉，野生的。冰粉。山上来了。哦，长得有点像我们的台湾的爱玉。嗯。野生的这个。野生的。啊。哦，所以这样就可以喝了。好了，我们可以看到呢，这就是冰粉凉虾，跟我想象中其实有很大的落差。本来想说是真的虾子，但不是哦，它真的是把米做成这虾子的形状。嗯，还不错。它那个刚刚说有点像爱玉的东西啊，它其实吃起来有点像石花冻的味道。然后呢，这个呢就很像啊，我们在台湾吃的白白的米苔木。尤其呢热天啊，喝上这个冰冰的冰粉凉虾，感觉真的是挺不赖的。小东西加上一点创意，就能有很大的商机。就像接下来我们要去的一座教堂，西方宗教融合了中式建筑元素，更能让当地人接受这外来的文化。
刚逛了一圈这个古镇啊，意外发现了一座教堂。那说到这座教堂呢，非常特别哦，它是法国传教士当年来到这边建的，建了大概距今有100年，也就是说它屹立在这里啊，有一世纪的时间。那说到这教堂呢，其实啊，在整个古镇里头啊，总是带有那么一点点的冲突感。但是呢，换个角度来说，或许也可以说啊，是古镇啊一道另类的风情。好了，咱们进去啊，好好的参观一下。走，我们进去看一看。话说当年那位建教堂的法国传教士有次到外地传教不成，反而被杀害，清朝政府还因此赔款息事。继任的传教士把这笔钱拿来在当地建学校、盖医院，也算是散播了宗教的大爱。进到这个天主教堂呢，忍不住在他周遭这样子绕了一圈，其实看看的建筑真的很特别。那我们知道这法国人来这边修建的嘛，所以他引入就是西方元素，尤其呢看这建筑就是很典型的哥德式建筑。但是呢，在这个天主教堂里面呢，我觉得最独特的部分在于哪里，它融入了一些中国的建筑元素在里头。从哪边可以看得出来呢？从这个钟楼，看看上面的飞檐，它所采用的就是中国的建筑元素在里头。那其实这让我想到过去呢，我们走访了很多国家的天主教堂，发觉到有一个现象，就是呢，你为了让当地人去接受这外来的宗教，他可能在建这教堂的时候会融入当地的一些建筑元素在里头。那尽管他当时没有想那么多的话，其实在这样的建筑融入一些中国的元素啊，更能融入整个这古镇的氛围，你说是吗？走完一圈古镇，也到了用餐时间。听当地人介绍说，来到摩西古镇，一定要来尝尝这海螺沟的九大碗。顾名思义，就是九道放在大碗里的佳肴。那其实呢，这一餐啊，要价不菲啊。刚刚呢，听到这个价钱，还有吓了大跳，竟然要800多块。好，本来想说，怎么会那么贵？但是呢，再看看这个厨师长在料理的过程当中，发觉其实他做每道菜都非常非常的讲究，可以说啊，简直就是功夫菜。那如果开始吃，你会建议说我们先吃哪一道？我建议呢，先喝点那个酥肉圆子汤，好，先暖暖胃。土豆米粉，味道挺好的，很新鲜的感觉，而且呢肉啊特别甜，这汤也非常的鲜甜，好喝，不错，很好，听老板说，九大碗也被人们习惯称作爸爸宴、流水席、九豆碗、九个碗等，是川西地区汉族特色菜肴之一。从刚开始做的话，做到完的话要2个小时。哦，2个小时啊？对，你这样就这一道菜叫需要专门做这一道清蒸香碗，就2个小时，用那个土鸡蛋，调火以后蒸，先蒸了以后是。再切成片，再蒸一次。它这个味道真的是蛮有层次感，因为它加入了很多的东西。这九大碗虽说都是一些简单的食材，但料理方式却是非常考验厨师的功力。无论是这扣肉，还是脆皮炸鱼，亦或是淋在食材上的酱料，都是要花好几道功夫才能制作完成。吃的我们是回味无穷。虽然这一餐要价不菲，但绝对是值回票价。再下来的话，就请尝一下。这是猪脚是吧？对对对。肘子是哪部位？就是猪的肘子。肘子。在川菜里边呢，叫东坡肘子比较出名。但我们这里改了名儿。猪皮。很好吃的哟。所以它里面大概加了什么样的调味？蜂蜜与那个白酒、牛杂。过油锅。然后再煮。煮个2个小时以后再淋汁。拿起来淋汁，所以他先炸过。单独做这一道菜大概在1个小时左右，那个皮了就酥酥的，你看吃起来很不错吧？很不错，这口感真的非常的特别。好了，不要光是讲，我们赶紧动筷子，好不好？好吧，大伙一起把它这个吃光，这九大碗啊，记得来到这个海螺沟啊，必尝的九大碗。这一餐虽没有杯光交错的氛围，但在美食的催情下，也充分感受到摩西人的热情，也让我更加期待接下来的川西行。你知道菩萨最喜欢的地方在哪吗？您看过全中国最美的藏区童话世界吗？您听过四川有千雕之国的美名吗？上个礼拜，我们将带大家爬上10层楼高的千年古雕楼，惊艳丹巴的世纪传奇，
还将骑马徒步进驻党领，深入一个连专业背包客都很少听过的绝美秘境。下周同一时间，别忘了继续跟着柯毅行走川西，继续我们的穿越之旅。